最近娱乐圈不太平，各种粉丝闹剧层出不穷。这不，王一博的演唱会又出事了。本来嘛，演唱会是件高兴的事，粉丝去现场支持偶像，偶像在台上卖力表演，大家图个开心热闹。可偏偏有些粉丝不好好享受音乐，非得整出幺蛾子来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连警察叔叔都得出动维持秩序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事情是这样的。 王一博所在的乐华娱乐公司举办周年演唱会，王一博作为当红炸子鸡，自然是要上台表演的。他的粉丝也相当给力，演唱会现场人山人海，不仅有他的个人粉丝，还有不少因为电视剧《陈情令》喜欢上他和肖战这对 CP 的 CP 粉。按理说，大家都是来看演出的，应该相安无事才对。可谁知，有些粉丝偏偏要搞事情。演唱会当天，场外就聚集了大量粉丝。 场面一度失控，有粉丝爆料说现场发生了打架事件，还有人晒出了照片和视频，画面混乱不堪，甚至有人被打倒在地。更过分的是，还有粉丝在现场大喊大叫，辱骂另一位艺人肖战，甚至还出现了游行示威的苗头，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。附近居民不堪其扰，纷纷报警投诉。乐华公司举办周年演唱会，王一博作为台柱子也参与了表演。 到场支持的粉丝不在少数，不仅有王一博个人的粉丝，还有之前因为电视剧《陈情令》而入坑的 CP 粉。内娱一个明星同时拥有多种属性的粉丝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，没想到王一博家能够因为这个打起来，甚至逼得警方出面通报。演唱会当天发生了非常恶劣的打架事件，有粉丝晒出现场照片，秩序一片混乱。且不说图片描述是否真实，但画面中确实有粉丝倒地。 还有粉丝晒出了报警记录和验伤记录，证实自己确实在演唱会现场被人推倒，膝盖受伤。警方正在调查当中。后来还有警方到场维持秩序，附近居民在拍摄的时候还在说：“终于来了，快把他们抓进去！”看来当天的一些粉丝不仅涉嫌聚众打架，还疑似扰民。据后续粉丝在网上的爆料称，演唱会当天场外聚集大量粉丝，疑似打架。 集中喊口号、示威游行、咒骂肖战死了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。网友已经开始在网上报警，质问这种行为是否合法合规，并跑到乐华娱乐评论区提问粉丝这种行为公司是否进行过报备。这还只是线下发生的事情，惹出的争议就不小。如果说线下这些行为只是让人觉得这些粉丝素质堪忧，那么线上发生的事情就不仅仅是素质问题了。 而是触犯了法律，而粉丝在线上的行为则直接引来警方通报。线上还有人造谣，现场持刀伤人，最后闹得警方都下场了。有人在网上散布谣言，声称演唱会现场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，还言之凿凿，说的有鼻子有眼，一时间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。结果警方一查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，纯属子虚乌有。目前警方正在追查造谣人员。 随后就有网友发现，发布这则消息的疑似是王一博的 CP 粉，发文引出的相关搜索都是有关王一博的词条。毕竟，不管是什么属性的粉丝，他们去看的都是王一博的演唱会。那该为粉丝行为负责的，应该也是乐华和王一博。目前，王一博和乐华的评论区都已经沦陷了，不少人要求王一博出面正向引导粉丝，管理好粉丝，并给无辜被网暴、被骂的人道歉。 还要求王一博对粉丝疑似打架的事情做出回应，不要躲在后面沉默。有网友表示，这已经不是王一博第一次线下出现这种粉丝打架闹事的风波了，但似乎每次王一博都没有做出正面的引导和管理。喊话王一博出面管理粉丝的评论点赞都近十万，这种偶像失声的行为让不少人感到失望。现在，王一博纵容粉丝偶像失声的词条阅读量和讨论量也在增加。 大家都在呼吁警方严查严惩，杜绝饭圈乱象，避免造成更多不良影响。哎呀，这事儿闹的，王一博的粉丝可真是让人又爱又恨。演唱会上那一幕幕，让人看了都心疼。现在网友们都在等王一博发声，可他那边安静的就像没事人一样。王一博，你的粉丝闹成这样，你就不打算说点什么吗？大家期待的不仅仅是一个道歉，更希望看到的是偶像站出来。 给粉丝们树立个好榜样，偶像师生这个话题现在可是火得一塌糊涂，大家都在讨论，作为公众人物，王一博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样的风波再次发生？王一博，你可得站出来管管啊！这样的声音在网络上比比皆是，网友表示，王一博的微博置顶就是号召大家营造绿色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。 呼吁大家积极响应清朗行动。如今从演唱会到现在都过去两天了，自己的粉丝出现大量辱骂其他艺人的行为，他依然没有对演唱会当天惹出的各种风波做出回应，也没有出面管理粉丝。这种偶像失声行为令不少人感到失望。王一博纵容粉丝偶像失声的词条阅读量和讨论量也在增加，不少人都在呼吁警方严查严惩，杜绝饭圈乱象行为，避免造成更多不良影响。 如今风波还在持续发酵中，王一博和公司的评论区都处于沦陷状态，就希望双方都能冷静理性点。而作为明星，也应该站出来，正确引导粉丝，避免之后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。王一博的粉丝们这次真是让人刮目相看，但说到底，这事儿也给咱们上了一课：偶像啊，你们的影响力太大了，得用在正道上。这事儿也给所有偶像提了个醒，作为公众人物，你们得担起责任。 引导粉丝，营造一个和谐的饭圈文化，别让偶像失声成了常态。要敢于站出来，发出自己的声音。这件事也引发了人们对饭圈乱象的反思。近年来，随着粉丝经济的兴起，粉丝群体越来越庞大，但也越来越失控。一些粉丝为了维护偶像，不惜攻击其他艺人，甚至造谣生事，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。更可怕的是，一些偶像对粉丝的行为不仅不加制止。 反而纵容甚至鼓励，导致饭圈乱象愈演愈烈。王一博演唱会风波只是一个缩影，他反映出的是饭圈文化中存在的深层问题。偶像作为公众人物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，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粉丝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如果偶像不能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，不能正确引导粉丝，反而利用粉丝为自己谋取利益，那么最终只会害了自己，也会给社会带来负能量。 粉丝作为独立的个体，也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理性追星。追星不是人生的全部，更不能成为违法乱纪的借口。粉丝应该理智看待偶像，不要过度迷恋，更不能为了维护偶像而伤害他人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构建一个和谐健康的饭圈生态。王一博演唱会风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偶像、粉丝、经纪公司、平台等各方都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，共同努力。 才能遏制饭圈乱象，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，也警示着我们：粉丝文化需要理性，追星更需要理智。粉丝应该明白，偶像只是普通人，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和感情。追星不能成为生活的全部。粉丝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理性的表达自己的观点，避免使用暴力或言语攻击他人的行为。粉丝应该关注偶像的正能量，学习偶像的优秀品质，而不是盲目崇拜。 希望这场闹剧能够成为一个警钟，警醒所有粉丝和艺人，共同维护一个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。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看法。